去哪里？我要去澳门。我第一次去澳门，从来没有去过澳门，这次终于可以去了。然后嘞，我不知道澳门到底是怎么样的模样。哎呀，走吧，我们去澳门吧，跟着我走。走幸好隐晦，这边也太豪华了吧！看看，这个金碧辉煌哎，超扯的！啊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澳门的饭店就是那么浮夸吗？金碧辉煌，羞汗啊，阿娘喂，太豪华了，惊到！走走走走。那么 check in 之后，我们要进房间看看，房间就是什么样的模样。啊！哇哦！哇，四人房，哇，房间很大呢，哇哦，哇！看一下窗外，哦，景观很好呢。刚好看，我们是侧边，哇，原来底下长这样子，哇，太美了吧！这个景，哇，有没有看到那个？有没有看到那个八字轮？我们明天就要去的地方。看，哇，房间很大，哎，还有甜点呢，还有甜点。两人又甜点，哎，来哦来哦，电视这个，这个有什么东西？打开看一下，哦，没有东西，哈哈哈，太期待了。来哦，矿泉水，然后有冰箱，哎，冰箱没有东西，哈哈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打不开。哦，它是不是有饮料了？有饮料跟那个茶包可以用，哎呀，看一下探索，没有 ，OK， 探索东西感觉还蛮有趣的。好，这些都没有东西，来哦，浴室，浴室，嗯，那种大理石的，哎，大理石板的哦，大理石板的浴室，嗯，看它备品。哦，背面是毛呢，嗯，哇，来哦，哎呀，晚一点再那个介绍，啊，这背面都很好用的，心好隐晦的背面，其实都质感都很好呢，嗯嗯，好哦，来哦，看一下行李箱什么，哦，浴袍，嘿。这是我的，刚刚他们帮我放下的行李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你看，这边，哦，是不是很大？感觉是不是很好，超大间的。啊，等一下我晚一点，我表弟会过来。我等一下晚一点，我表弟会过来一起跟我一起住。哎呀，继续吃吃喝喝，等一下再见哦。好。
VR 游戏就在澳门，他这边澳门游戏非常多，他这边除此之后可以玩很多种游戏。然后我们来玩看，听说玩 VR 游戏看起来会蛮蠢的，因为你就看跟看不到的人在打仗啊。来啊，走，玩一玩看，行啊。这个好像小朋友 Rabbit 耶，好好笑哦！你看他这个选择，他有那个小朋友的，哎，这个大哥。宅男，你很适合这个哦，你适合这个 Rabbit， 干嘛这样子？我要这个，等一下我就选他，我告诉你。好，等一下都不要。好，来喽，可爱，我们进去喽。好，来啊。这个什么很大只？什么很大只？那个什么很大只？那个很大的那个一只牛，牛。哇，这个超大只哦，这超大只哎。什么牛？哦，职业蹲哎，职业蹲。真的太可怕了，等一下另外一组的人要我玩，他们觉得说不可怕，要看他们等一下看怎么样。哦，我刚刚是吓脚软，我觉得他们好的，我玩家来看看。脚软，我脚超软的。真的，蛮厚的。怕我们掉下去就是。对。哎，如果我前面一开始就掉下去，不就雷了吗？你不会那么差啦，我都没那么差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？哎、欸，不让我过去，怎么那么快？我、很强哎、欸！哇、欸哦，我死掉了哎、欸！哇、哦！啊，掉下去了！啊、你下去了。消耗很多热量，好累哦。哎、欸，我刚有瞬间屏，整个身体不见了。有，其实我也是。其实我就想说，我想要看旁边的风景怎样。我觉得这样很不符合人体工学啊。真的哦。你就坐在机器人里面的话，它会弹跳。对。他应该帮我系安全带。然后我有晕，我觉得我有点晕哦。我有晕，我会像是晕车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刚完成了，我有点。对，我有点。还好他没有打手，还好没有举手。啊、我没有举手，我没有举手。我努力了。我去玩那个三六零。等一下要进去看水舞间，现在是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我们走吧。特别的，我们可以去后台跟那些人见面呢，超级 special 的。看看他的这个舞台为什么可以进出进水排水这么快？对，他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哦，我好期待哦！你看他们哦，他们每个人那么强到那个爆炸，等下我去后台跟他们看，跟他们聊天，超级觉得兴奋的呢。你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好高科技的感觉哦。啊，怎么有一种去的那个什么地形基地啊，那种很科幻感呢？哇，原来底下是长这个样子哦。是否合格才上台？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每一次的表演大概有多少人呢、啊？大概上在舞台上的话，大概是85人左右。85人，对，在台上，单单在台上还没有算水下哦。水下我们整个潜水人员的 team 是31个，每一场在下面有17个。然后他是负责什么？就是送演员上水，接演员下水。嗯。包括刚刚在他家看到有一幕，就是应该会很震撼，就是整个笼子连屋主下去。哦。
然后上来就没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潜水人员就会在那个时刻打开了那个门，然后把公主放出来，就游到另外一边。哦，对，所以在水底下潜水人员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哇，85个加31个潜水上人员，水下是17个，哦，水下十七，整个团队是31个潜水人员。哦，毛巾也很多，大家要不要猜一下，我们一天要用多少毛巾？一天要多少毛巾呢？85个人。对啊，一天一两场，5点和8点。500条。差不多，再多一点。还再多一点。1000条。人家就推了一箱过来，要卖。1000条。对，我们一天会有1000条的毛巾。哇。哇，做什么的？就是背景。哦，他是从上海那个8里5那个团选过来的。他以前在上海就已经有拿过奖的，哦，被香港的那个8里5团选过去当首席。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身体的那个柔软度，还有那个协调的那个线条都非常美。对，就跳起来真的。9年呢，他已经是个孩子的妈妈了，是吧？对，他是个妈妈。当然，9年不生孩子怎么行啊？对啊，9年。厉害的，我们都配合他。这边这个留言是以前的舞者留下来的吗？鼓励后面的，这边我看这个。哦。没有，对，因为我们水友军有一个挺好的文化，就是他们是如果这个演员在最后一场表演，他们包括刚刚看到水友军后面主荧幕，他们都会收这个演员来自什么什么国家，今天在最后一场表演，然后就像 celebrate 之类，然后他最后会拿着自己的国旗，在他最后一场表演，不是最后不是有这样的谢幕嘛，他会拿着他国旗跑一圈。啊，好棒！哇！可能都没有，我们在水舞间最中间，最中间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超兴奋的。来，像很多我看很多的卖，像 KK Day 啊，或者是很多的券那种票券，他们都会卖这边的自助餐，幸好以外有自助晚餐，我再去试试看吧。走 ，Go。先吃牛排，我那牛排是看起来超嫩的呢。嗯，煮完了，它加点那个牛肉酱汁还蛮好吃的。嗯。还有生蚝，生蚝鲜，赞，好吃好吃，生蚝真的很鲜美，本来没吃到海鲜都是很合我的口味的呢。那大家要吃叉烧啊，那些烧鸭他们的也都是这边招牌啊，你是在港式不吃一下？好吃，还有这边哦，你看面包蟹超大，哇，超大面包蟹，它每次都是很多呢。哇，被我偷吃了啊！被隔壁人偷吃了啊！哎呀，我的熬，哼，完全我来试试看一下。你要切它那个蟹脚，它切蟹脚是不是？好哦。11月，目前父母正常。10月的。
件事情，是把它建立的直接要走它就可以，然后从此进去来哦，然后四月还有十万，哇，肉很饱满的。十月接了一个那个家里的市场，还不错，肉很扎实，虽然有点那个啦，肉很扎实，好吃，赞。哇，我们要去新桃影会的夜店哦。好久没有去夜店了，好久没玩夜店，真的哦，我超级久没有去夜店了，走走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哇，超想，超怀念的。新好影会大概就是这样子结束了，吃好玩好，还有很多的很多娱乐地方，像我们还有去那个赌场玩一把，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。然后呢，下一次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澳门玩，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们大概这是新好的活动，大家看得爽不爽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在我的影片下留言、按赞，或者你想要更多什么资讯的话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。然后呢，按赞、分享之外，要记得小铃铛哦，这样才能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哦，拜拜。